的防爆僵尸厉害的小伙伴，666走一波。那100个防爆僵尸的战斗力如何呢？同样数量的直玩系列僵尸，从路障到巨人，都有谁会是他的对手呢？单挑我最强，群殴我是王，放手搏一搏，单车变魔拳。六姐，让他们尽管放马过来，来一个我打一双，来一双我打一群。100个防爆僵尸对战100个直缘路障僵尸，你们看好谁呢？请把你支持的僵尸名字打在弹幕上，咱们战斗走起。K.O. 端着大茶缸子还以为挺厉害呢，结果嘎嘣脆，一点不抗锤。咱们挑战升级，100个直玩铁桶，你们觉得他能够干掉100个防爆僵尸吗？选择能的扣个666，选择不能的扣个00，咱们开始战斗。这一局防爆僵尸可是险胜啊，一共也没剩几个了，难道干到铁桶就干不动了吗？刘姐，让我来，别以为我这样子笑就怕了，都是拿着膀子的，谁怕谁呀？再说了，东所里都是警话，那100个律师小鬼出战，你们觉得他会有获胜的希望吗？觉得会的扣一波律师小鬼牛皮，觉得不会的扣一个00，咱们开始战斗。冰封烟在手，那个双刀就看走，行家功夫一出手，他就知道有没有。防爆僵尸已经三连胜了，像他这种段位的，那就得我来收拾。我可是会兵法的僵尸，蹦蹦哒哒，蹦蹦哒哒，我绕晕他。这局对战，各位观众老爷们，你们怎么看呢？请把你支持的僵尸名字打在弹幕上，咱们战斗走起。K.O. 僵尸顾问，这是在给自己挖坑吗？团战不集中火力，开始打游击。嘿，对面的兄弟，我的脾气可不咋地，谁敢惹我生气，我就用电脑砸地。大家来猜一猜，100个僵尸服务台对战100个防爆僵尸的结局会如何？支持防爆僵尸的请扣一，支持僵尸服务台的请扣二，咱们开始战斗。Game over。 六姐呀，难道直玩系列没人了吗？有，还有最后一个总裁巨人压轴出场。防爆僵尸已经干掉了小鬼僵尸中的战斗僵，那他能不能干掉巨人中的白菜帮呢？咱们战斗走起。K.O. 大姐，下回介绍我时注意措辞，不许再说我是白菜帮。我长得这么帅又这么厉害，怎么着也得是道大力菠菜汤啊。僵尸 PK 如此美好，本期视频就此拉倒。喜欢看的小伙伴别忘了点个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见喽。